好，一般小市民情人节怎么表心意呢？台北 101 今年开放给民众点灯示爱，原本限量20组，吸引了15组民众砸重金示爱，甚至还有人呢是求婚。除此之外，大直美丽华跨年烟火因为发生了卡弹意外，这次为了血耻，破天荒的在情人节释放长达214秒的5000发烟火秀。一瞬间点燃，但眼前这浓浓白烟怎么反倒比火花更抢戏？浓烟密布，就像把火树银花给盖上了层层面纱。百货业者耗资105000发的烟火秀，有爱心花朵214秒的精心设计，却遇上了风势来搅局。都那个整个烟都冒出来了，都看不到烟火，很可惜。虽然是小小突彩，但是罗曼蒂克的气氛还是不受到影响。没什么关系。为什么？一起出来就好了。Baby， 我好爱你，谢谢你送给我四个小孩。我更爱我老婆。老夫妻、小情侣一样，都是甜甜蜜蜜。就连101大楼也是第二次开放让民众点灯示爱，一次13分钟，破盘价66000元，原本限量20组，但只吸引到15位民众来砸钱表心意。有人利用名字缩写，也有人趁机求婚。而一年一度的夕阳情人节，也难得在这中国的农历年初五浪漫度过。中天新闻庄凯亮、胡家珍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